可是一直跳动着为你，是你。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放门口了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好的留给我自己，明天你会愿意吗？有点肥。我帮你吧。我的福利卷你能听见吗？这颗心一直跳动着为你，是你最好的我都想给你，明天你会愿意吗？曾经远远地看着你，如此遥不可及，就像个完美的神话。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吧？要不要我去九七的房间拿件衣服？他的衣服应该比我小。不用了，这样挺好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就是无名小卒吧？对。带你参观一下。好啊。走啊。哎，这上面的记号都代表什么呀？我每去一个地方打比赛，就会留下一个记号。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我还记得那天下了特别大的雨，我的遥控器掉水沟里面了，是你帮我。然后你还赢了我。第二次见面是在新加坡，那时候我们还碰到了一对小猫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当然，我还问你他们是兄弟姐妹还是情侣呢。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设计馆。比赛合影的时候我忘了带金牌，是你把你的金牌给了我。啊，到现在那个金牌在我家呢。我知道，那天去你家我看到了。那天晚上我喝多了以后没跟你胡说八道什么吧？没有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害怕吓着你。你无论做什么都吓不到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胆子大。其实仔细想想，我们两个人确实不是很熟，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。你想了解什么？比如说你是哪里人，从哪里出生，在哪儿长大的？广州。我出生在广州，
小学跟中学都在那儿，然后就跟我外公去了挪威，高中也是在那儿读的。那新加坡分开以后，你去哪儿了？做了什么？挪威，我回去了。后来为了完成我外公的心愿，我去读了加州理工，在洛杉矶。两年时间我就完成了所有学业，期间 KK 北美分部也成立了，然后我们就飞到各地去打比赛，首尔、东京、温哥华、巴塞罗那，大半个地球我都飞遍了。后来 KK 中国成立，我又回到了上海。那你为什么回来？有很重要的人在这里。亲人吗？忘不掉的人。一个我喜欢的人。一个你喜欢的人。我喜欢。队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说怎么没看见你呢？哎，晴姐，你也在啊？Hello， 哎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嗯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今天可是狠狠的露了一手，做了好多好吃的，那些小朋友都开心坏了。不过其实也不算我一个人的功劳，九七也帮了点忙。说到这个，沈哲才叫一个鸡贼呢，就知道吃东西，也不知道搭把手。也不知道给小朋友们弄点什么吃的喝的，就带几个小女孩在那变魔术。他那魔术有什么厉害的？我觉得他要是愿意教教我，我也能学会，是吧？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。不会的，晴姐，谁叫咱们都是朋友呢？是吧，队长？今天。对了，晴姐，我有个提议。哎，队长，帮我拿下。我觉得吧，小朋友们呢，好不容易来一次。咱们可以给他们开个欢迎派对，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小蛋糕啊、小点心啊什么的，他们肯定爱吃。怎么了，队长？嗓子不舒服吗？是不是感冒了？周一，倒杯水。哎，我没事，我不渴。可是我又不知道小朋友们到底喜欢。我渴。啊，我厨房刚烧了水，你去倒一下吧，别烫着啊。我就想喝你给我倒的水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，我去了。哎，这个周一还挺热情的哈。废话这么多。哎。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小心的，不用说对不起。队长，水到了。水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先回营地了。我送你。水不喝了吗？哎，
我到了，就送到这吧。嗯。明天见。现在已经是明天了。还真是哦。那就今天见。嗯，今天见。不过，好像没有人这样去道别吧。也是哦。嗯，那就我们现在暂时先分开，今天晚一点再见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回去记得把纱窗拉上，然后点个蚊香，这边晚上蚊子多。我知道了。你回去之后可以喝一杯热牛奶，这样对胃好。嗯。做个好梦。你也是。我们再这么聊下去，天都要亮了，还怎么做梦？啊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不要再说对不起了。KK 的队长，现在请你沿着这条小路原路返回，快回去睡觉吧。哎，不许回头。我们今天见。今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Sweet.